开过，所以呢，等一下也请大家听到这个叫到自己的号码牌的时候呢，一定要跟着我们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到我们舞台的右手边，我的右手边也就是舞台的左手边来集合。那唱名三次呢，如果还没有到呢，就视同放弃了。雅音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来到现场，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机会。好，那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请问要先测试一下大家是不是也非常有活力？请问大家最喜欢的美国波本威士忌品牌是？谢谢，谢谢。哇，真的，先让大家沉浸在这个甜蜜的氛围里。那平常除了在球场之外，应该很少有时间可以这样子近距离的看到雅音，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几个问题要来问一下雅音，好不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刚刚你已经进到我们这个在大巨蛋里意想不到的金兵嗨店的这个快闪店，然后第一眼进到活动这个我们快闪店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那有没有对哪一个场景比较印象深刻？好开心，大家来看我，谢谢，谢谢。先让大家沉浸在这个甜蜜的氛围里。那平常除了在球场之外，应该很少有时间可以这样子近距离的看到雅音，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几个问题要来问一下雅音，好不好？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刚刚你已经进到我们这个在大巨蛋里意想不到的金兵嗨店的这个快闪店，然后第一眼进到活动这个我们快闪店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对，那有没有对哪一个场景比较印象深刻？